是野球 TV 的堂哥，你没有看错，今天没有打棒球，我们今天来到大溪，大溪干嘛？你知道？广泽宫，广泽宫，对，广泽宫，哎，对，他们是游民，哎，对，我们收到赖明伟还有三立龙哥的邀请，到这边来吃一顿饭，认识一下大家。啊，有吃饱未啦？吃饱了。我跟你讲，哎，频道不是转型，我们现在要多元。对对对。对，那你该不会以后就叫我负责庙会啊？没有啦，来这一套，那我扣零。哎，我也是可以哦。哦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大溪广泽宫，待会会游民赖明伟。然后介绍给大家，就是说，哎，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？那今天是什么活动？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哈。那我们就先带大家看一下环境。Go！臭脚！没有，没关系，警告。我的网友，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？我六七年以上，我觉得应该超过六年，超过至少网友，真的网友，到柯林、啊，真的啦。不是，我们一开始是会议帮跟布袋戏团要合作，结果一直合作不成，然后就一起工作群组，对，有一个群组，然后我们讲很多要怎么做怎么做，然后就先暂缓，之后就疫情，对，就马上就遇到疫情，然后 FB 就也有也是好友，可是就没有见过面，就今天游命邀我们来吃饭的时候就在看，这个人有点面熟，我就在翻 FB， 重点他就是你知道才子，对，要上国际耶！原来他是才子，我以为扮演才子那个是外国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不是，现在刚来台湾狼哦。对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气。对，我是之前大家看到那个上新闻那个才子的扮演者。对，然后他的 IGFB 哦，在这里，追踪一下。真的是很久，幸会幸会，我们网友面基成功。刚刚我相认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是不是网友？我说对，是不是沙气？他说对哦，最近除了才子啊，你还有在哪个活动上啊？最近电玩展，对，就是最近接应该说这阵子吧，都一直有在做就是 coser 相关的东西。最近你说电玩展对不对？就是最近还出了一个那个电玩的角色，《永劫无间》里面的主角，叫做宁红叶，也是有上新闻。就是那个角色很正，可是他眼睛都蒙住这样子，他就是给看不到眼睛的角色。没错，对，对于这种 cos 的这种领域啊，我都很佩服，他们是花精神、时间、金钱，然后真的要有爱，真的去投注在一个角。色上面，然后把他的灵魂展现出来。没错，其实你有研究研究蛮透彻的。只是我不会而已啊，可是我在看，要不要来尝试？我可以演什么吗？很多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也都宅挂，对对对对，太棒了。我们大家私底下讨论一下，你要扮什么 ？OK OK， 没问题。我觉得你可以扮什么？好像可以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你看看你那个死样，对不对？你看你那个身材，身高，是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好像可以、欸，好像不是不行啊。就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都是有看不见的力量在推着我们，在推着我们前。终于到了今天，因为有命一个讯息来，一个电话来，我就说没问题，一定到。结果终于来，我就知道有原因的，终于见到网友了。没错，所以你今天来的那个目的是来见网友，见网友。其实我也是这样，所以跟游民没有关系。不行，因为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他除了才子，他扮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很像谁，知道吗？谁？昆凌。蛮多人这样讲的，真的。可是我觉得昆凌比我好看太多了，大家怎么人都这么好？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看他，我想说，杰伦怎么来的？杰伦来的话，我很开心，我是杰伦粉的。太好了，蛮像昆凌。非常像，因为他有一个外国人的娃娃脸，对，他昆凌也很像这样。他是加上的台湾人。是，台湾人。所以你有混血吗？有，就是有混到一点点这样子，隔代遗传。隔代遗传，对，还是有混血。对，基因还是王道啊。有些人就是天生丽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过奖过奖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在场的各位都很好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。那这样先打棒球。直接约可以吗？对，我们等一下等一下讨论一下。对对，我们有邀约，野球 TV 未来有一集啊，可以请沙气来。啊，只是要干。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对，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讨论。对对，谢谢。还要就是你要办什么？对 对， 對，我要办什么？他要办什么？对，好，我觉得太棒，好吧？那今天谢谢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就保持联络，没问题。OK， 谢谢。太漂亮了，我手酸了。打不长腿。
下，有请。有了，加油。Three， 两，谢谢谢谢，真的。第八次是花仔啊，花仔啊，哎呦，哎呦，陈建堂，谁？还阳光，真的。来了一模一样的神明，真假的？一样的用意，然后就看你愿不愿意。收椅子。刚国文哥是他的签讲的这个未来只有神明，就是能够相符他的神明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你的签跟他一模一样，就是他，然后就看你愿。很可怕吗？很可怕哎、欸！我上一次是。连抽两个，同一次两个问题，同一个问题，他同一次签，同一次签。但今天是不同的人抽同一次，我们两个人抽同一次签，这没有在那个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没有办法作弊耶。对啊，很神奇耶。对啊，而且来，哇塞，我刚才没有想到哎。然后同样神，就看你这。跟神明觉得是保佑你平安，然后希望你顺心，然后你想做的事情，只要方向正确，他都会帮助。他没有要你为了他做什么，就是哎、欸、一个守护神的概念，好，那就抽守护神，然后不能吃鸭的，两个人抽到一模一样的签，我被关圣帝君收，然后守护神，哦吼，拜，阴阳客家。这个吼、哦，南天无形圣地，观世夫人，今信书陈建堂，中正都督信昌二十五寿，询问关过，以这个地主国号一同，当日求出同签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询问献血，啊，受为落下遗嘱，比如当时地主客家长孙平安无在用，出事为兴通，关心光彩，出入平安，客家安康，敬奉高长青兄皇拜，他的第三千九礼，金银炮节正式拜礼文下拜，再拜，三拜。今天谢谢有命的邀请。对对，就是我们民俗信仰生活的体验啊、嗯。这个戏曲人天地现在是我们戏曲界的演艺组织。嗯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些演艺子弟要今天当主持人祝寿。那关圣帝君今天圣诞，所以是文昌日。好，所以通常我们在这一天呢，大家会回来拜寿啊，然后希望能够祈求好运气，祈福啦。今天算是暖寿，对，暖寿哈。正日是明天，所以希望大家哈，如果有这个民俗信仰生活习惯，大家可以到庙里面走走，体验一下，也可以洗涤心灵，也可以帮自己增加一点福气。真的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抽，我跟国宏抽签，对，发生了很特别的事情，这没办法作弊，连赌魔陈金城都没办法作弊。所以这个哈，就是信仰生活体验，福至心灵。对，好，哎、欸，很开心的邀请各位哈，两位这个厉害的人，没有没有广泽家族，没有，我们就是爱棒球这个神明，然后宫庙这一块，就是想要体验啊，因为家人也是有在拜拜的，是，可是我好像觉得我一直没有去认真的去了解这一块，所以信仰生活体验就是生命教育，你要亲自参与，然后去了解，再探讨，你就理解说为什么他会这么让这么多人。哦、就是向往，当然大家安心，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来解忧广泽宫体验一下信仰生活、欸。真的需要，我觉得可以来大溪这边走一走。耶、yeah ！好，那就接位一下吧，来。好，野球 TV， 阿斯克。谢谢。